界各地新的任务，新的挑战，超级飞侠在身边，神奇世界千变万化，一起冒险。乐迪，有颗热血的心，多多超级弹力牛肉丸上，伙伴们，为了下午的敖语舞表演能够顺利演出，我们从现在开始要抓紧时间多多练习哦，大家加油。好，老板，来碗招牌牛肉丸果条。马上来，孩子他爸，一碗牛肉丸果条。来了。好香啊。陈记牛肉丸果条一碗，请慢用。好。爸爸妈妈，我回来了。李伯，你又来了。你爸爸打的牛肉丸爽口筋道，一天不吃我牙痒了呀。那您慢点吃，吃完了下午来看我的敖语舞。好好。爸爸妈妈，你们也会来看的吧？今天小区有活动，客人比较多，爸爸还要打很多很多牛肉丸呢。爸爸妈妈，你们每天都太忙太累了，不过我有办法，我找超级飞侠来帮忙，保证帮你们超快完成工作。你好啊，安琪，今天我要去哪里送包裹呢？汕头的嘉伟为他的爸爸妈妈订购了一份包裹。汕头，我之前去过那里。他们就住在汕头澄海张林古港附近，张林古港停靠着一艘独特的红头船哦。红头船是潮汕地区华侨华人远渡海外的商船，红头船因船头刷朱红色而得名。哇，真的好看呐。张林古港是有名的红头船港口，更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三个起源地之一。我已经等不及要去汕头看红头船了，那快带上包裹，赶紧出发吧！乐迪，准备升空，准备完毕，是飞行时间。中国汕头，我来了。船头的红色果然和我很搭，嘉伟的家就在附近了。乐迪，加速！包裹快递来啦！你好啊，我是乐迪，每时每刻准时送达。你好，乐迪，我是嘉伟。乐迪，这是我的妈妈，那是我的爸爸。你好，乐迪。你们好，嘉伟，这是你的包裹。太棒了！嘿，您好，我是智能学习机器人，有什么我可以帮您？机器人能学习人的动作，只要他学会手打牛肉丸，就能帮你们了。真好，我马上教。老板，再来一碗牛肉丸果条。马上来，爸爸先忙。别急，等爸爸忙完就来教机器人手打牛肉丸。这手打牛肉丸可真受欢迎啊。当然。对了，
我看过爸爸打牛肉丸，我来教你。先这样敲敲打打，把牛肉捶成肉酱。嘿嘿嘿嘿嘿。肉酱中加入调料，搅拌搅拌。再把肉酱挤成肉丸子，就大功告成了。敲敲打打，搅拌搅拌，你能懂？我试试，我试试。这太好玩了，我也想试试。敲打肉酱完毕。尝尝新鲜出炉智能机器人做出的牛肉丸果条吧。看起来很不错。只是比你爸爸做的还不够爽口，不够弹呢。难道是敲打肉酱的时间不够长？我把时间加倍。小心操作哟。过热警告，过热警告，请立即关机。这可怎么办，乐迪？敲打肉酱完毕，制作完子。超级弹力牛肉丸，请客人品尝。糟糕，机器人过热失控了。时候呼叫超级飞侠来帮忙了。超级飞侠？他们是我的好朋友。每次遇到困难，他们都会来帮我的。总部接通。这里是总部。发生什么事了，乐迪？机器人制作牛肉丸的时候失控了，他四处乱射牛肉丸，把街道搞得一团糟了。让我看看，谁能解决四处乱射的牛肉丸呢？有了。小爱是最厉害的救援专家，还有酷飞敏捷的身手，是乐迪的好帮手。水飞行时间，请客人平常。我是小爱，我就是救援飞侠。大家好，我是酷飞，是我发光发亮的时候了。没什么，是我酷飞闪避不了的。酷飞，小爱，你们能阻止机器人喷射牛肉丸吗？交给我吧。救援绳索，牛肉丸的弹射速度太快了，捕捉不到。看，这牛肉丸简直就像网球一样，弹力超强。网球？有了。接着，乐迪。乐迪，来一场有趣的网球比赛吧。很好，球网就交给我。这很有意思。酷飞，我们开始吧。乐
结束了。爸爸，对不起，我搞砸了。其实打牛肉丸有一套手法，你要学吗？好啊。你好，我是智能学习机器人，有什么我可以帮您？我来演示演示手打牛肉丸是怎么做的。首先要使用小块的牛肉，捶打过程中关键的一步是要压着案板边缘捶打，反复捶打，这样做出的牛肉丸才会爽口劲道。制作每一份牛肉丸讲究的不仅仅是手法，更重要的是那一份想让客人品尝美食的心意。一天不吃我牙痒痒。我学到了，谢谢爸爸，我再也不贪快了，我也要打牛肉丸。嘉伟真棒。耶，呦呼。真酷，我们的任务完成了，是时候回去了。嗯，再见超级飞侠。再见勇闯天下超级飞侠。